当您如果说装好了这个 FB 的软体之后，我想很多人都已经有在，我们现在在场的同学都已经有在用 FB 了，我们就不用重新注册新的。但是呢，因为你在你的手机上才第一次装 FB 的话，你必须你开启它之后，你第一个必须要打你的账号，你的账号就是当初你注册的那个账号，通常是 email， 所以你就打你的 email 进去，然后打密码，然后之后按登录 ，OK， 好，所以各位请先登录一下，好吗？先登录一下。